自由了。14年以前，他没有自由。14年开始有自由，但是很不平安。现在平安，又自由又平安。这块地方是一块圣地，这是禁区，但是是圣地，永远的圣地。有自由，有平安，就是圣地。有自由，有平安，就是圣地。有自由，有平安，就是天堂。我们都会得到自由，都会。这个国家会自由，会平安。我想去。您拿的那个